超过300档历史的国定古迹嘉义城隍庙，首次而且独家授权和家乐福合作推出中元节联合普渡箱，以及线上代客普渡的服务，让消费者以及公司团拜更加方便。另外，城隍庙更推出线上代客普渡的服务，让外县市的民众拢会当轻松感受到百年的普渡文化以及城隍爷的保庇。嘉义城隍庙是诸罗城三大古庙之一，兴建在清领时期，是台湾府诸罗县官府上初兴建的城隍庙，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离中元普渡将要来到，嘉义城隍庙首次甲家乐福合作，推出中元节联名普渡箱甲线上普渡服务，希望让外县市甲嘉义在地民众在疫情期间，都会使感受到城隍爷的保庇。人民的普渡箱哦，予咱社会呢，无闲的人呢，会使讲在线上哦，啊，出门就会当的是呢，即月就会当来，大好兄弟普渡安尼吼，啊，上面呢，普渡了后，这祭品呢，予这弱势团体，送予这弱势团体，啊，所以呢，会使讲上面呢，拜好兄弟一年一拜尔。所以这就是也是呢，一举两得哦，和地方家己只哦，四个拢拜个透透，和家己地方也是呢，大家拢各地方拢平安顺遂安尼哦。所以呢，咱老的做的人呢，往东往西嘛较平安安尼哦。所以呢，会使讲非常大家拢做功德，大家拢出来做哦。哦，用也参加呢哦。今年呢，就有推出这个代客普渡的这样子的一个普渡箱的一个预购。其实在，在我们的线上购物已经开始了哈、哦。那这一次呢，是第一次跟嘉义城隍庙来合作，所以才有今天这个仪式。好、哦，那现在这个普渡箱呢，在线上购物呢也非常的踊跃。那在我们的实体通路呢，也都可以买得到。那因为数量有限哦，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在这样子重要的台湾人重要的拜这个大众元普渡大拜拜的节日呢，我们不仅要拜心安，那也借由这次的机会呢，可以把我们这些拜的贡品呢都捐出去做公益做功德。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对大家都很好的活动啊，希望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嘉义城隍庙董事长阮英川表示，嘉义城隍中元节是全台保存轮普传统，在农历七月期间，在嘉义市每天都会使看到普渡拜拜，这也是嘉义市的特色之一。而这个传统轮普，就是为嘉义城隍庙农历七月一号开鬼门开始。你为响应嘉义城隍庙长期投入社会公益号召，这一届线上大普的奖品物资，将全数捐予嘉义城隍庙慈善会。作为社会公益运用，新闻调民间市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